大家好，我是 Adrian， 我是春风满面的创办人。我们现在在 Bras Basah Complex 开了一间新的分店。在 Bras Basah 的这间分店，我们推出了雪花肥牛云吞面。为什么我会用雪花肥牛呢？因为我们觉得年轻人比较喜欢吃不一样的肉啊，所以我们找了很多肉，但是我们还是觉得雪花肥牛比较适合我们的云吞面。我们的雪花肥牛啊，其实是烤的，然后你吃的时候 right， 你会有那个烤香味。我们的叉烧是用那个我们所谓的 UFO 烤的。但是我们的雪花肥牛是用手烤的，还有这边当然可以吃到我们的招牌叉烧云吞面。我们的面是每天新鲜制作的，我们的面是没有防腐剂的，所以不会吃到那个碱水味。我们挑选的叉烧是用70跟30%的肥瘦黄金比例才来制作我们的叉烧。我们的叉烧腌制过程是腌了一天，然后我们才拿去烤。很多人都会问我们为什么会用松露，我跟我的合伙人都偏爱吃松露，然后我们想了为什么不可以把松露加进我们的叉烧，所以这个松露叉烧就在诞生。